個鐵枝咧，應該綁喺嗰個鐵鋼纖出邊嘅。咁我哋喺現場睇咧，就佢係綁喺入邊。當然咁樣綁法可能為咗地盤工程師都認可嘅，但係咧比較危險咯。咁你啊係咪施工嗰時咧，係咪工程師咧或者專業人士應該喺旁邊指點嘅？嗰、那個鐵籠咧應該係擺喺一個比較平嘅地方，同喺一個硬地施工比較好。我哋睇啲環境咧，擺嘅地方有少少暗斜，就又係泥地，咁就有少少危險嘅。